小胖，小胖，妈，你要干啥呀？咋又来了？哎呦我，我不来能行吗？你说你处了个男朋友，到底啥条件呢？到现在也不领回来让妈看看，我不担心你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人家忙，哪有时间呢？你说你咋这么着急呢？我不着急。你说咱家你爹他走的早，妈就你这一个闺女。我跟你说啊，小芳，今天你要不把他领过来让我看看啊，我跟你说我还不走了呢。妈，你别的呀，妈，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？这是饭店，咱别搁这闹行不？你再把我工作整黄了，妈。啥饭店呢？跟你说，今天你要不把他领来，我就让这变成旅店，我就搁这住下了。行行行，你搁这等着吧，我给你找去啊，快点。哎呦我的妈，上哪去找去？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漂亮。小芳，你干啥来了？你一天能不能别搁这缠着我呀？天天来饭店捣乱干嘛呀？出去出去出去！不，我来吃碗面条，饿了，吃面你要干啥？你来，我求你点事儿。你跟我说话哪能用求呢？啥事儿？我应该办，理所应当的。瞧你那样！过来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妈来了，你呢给我装一会儿男朋友，行不？给我扛一下子。妈在哪呢？搁里头呢。不行啊，万一你妈真要相中我了，那这事儿咱俩就定下来了。我的天哪！哎，你能不能照镜子好好瞅瞅你呀？就你长这样，我妈能相中你吗？咋的？双眼爆皮，白净大胖小子，咋的？干啥呀？你还挺自信的呢，你啊？不是自信。走走走，相中再说。你妈要相中了。这事儿有商量没？再说吧。芳，你瞅瞅，我一定把这事儿给兜好。给我装好啊！没事，来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领那见家长有点紧张。没事。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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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男朋友来了。妈。叫啥呢？叫吴迪。姨妈。妈，你俩唠着啊，我去忙了啊。行，你去吧，那去吧。哎哎哎，来了。发，啊、这我给你买的花，每天必须得一天一束。哎、谢谢啊。妈，你俩唠着啊，我去忙了啊。嗯。坐来，来坐坐坐坐坐。我听妈妈说你姓赵。对，我叫赵小孩。啥？赵小孩？不是，赵小孩，憨憨憨厚的憨。我这阿姨这耳朵听哪儿去了？孩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32。方妈说你22啊？啊？十年前可不22吗？32长得可老点儿。哎呀，阿姨，我跟你说，你这眼力太厉害了。我家吧祖传，就是显老啊。啊，就有时候我回家看着我爸跟我爷在那聊天，我都不敢喊，不知道哪是我爷，哪是我爸。哎，别站着，坐着，坐着说，坐着说。方方说你是做房地产工作的？对，大白全归我挂。
那不是刮大白的吗？不，地面也刮。瓦工啊？不，水暖也干。管工？统称立工。那你干脆工作一年能挣3万块钱吗？一年3万，有时候年头好还能挣5万呢，但是我们十多个人分，一年到头5-6千块钱吧。这死鸭崽子搁这骗我呢，还说你是什么搞房地产工作呢？其实做啥的能咋的？只要你跟芳芳好，阿姨不就放心了吗？把阿姨想成啥人了？是我会爱她一辈子。你家是哪儿的？啊，家是哪儿的？我家是铜沟乡赵家沟第二生产队。赵家沟？嗯。小赵，那你爸姓啥？阿姨，我姓赵，你猜我爸姓啥？不是，阿姨是想问你，你爸叫啥？我爸叫赵老汉。赵老汉是你爸呀？这个没有差啊。那你妈呢？我妈在我没出生的时候，她就走了。不是。生日的时候我妈就走了。哎呀，这孩子呀也够可怜的了。老汉啊，把你拉着这么大呀也够不容易的。你认识我爸说老汉啊？岂止是认识啊，想当年呐，要不是我妈嫌你爸长得老，哼，我现在呀早就成你妈了。哎呀，这还我爸年轻的时候挺干啥呀。阿姨，现在也不晚，你给我当妈也行。妈，别着啥急呀？不急不行啊，我追你姑娘3年了，现在还没给我个准信呢。你不是芳芳男朋友啊？可以说是临时是，但是看着你容易转正。放心，阿姨保证给你转正。走，阿姨领你去找芳芳唠唠。走，等会儿的阿姨，那个我先跟我爸唠唠呗。你爸也来了啊？爸呀。给我找个妈，把你老年这个生活给你安顿好了，这春晚你不带我上你好意思吗？